此外，酒店仲提供多种水上娱乐项目供住客选择。步出酒店，你可以乘坐摩托艇出海乘风破浪，又可以玩一只小艇荡漾喺迷人嘅海边。呢次与小童就选择冇咩难度嘅冲浪板，李宇琦就拉住细龟去玩香蕉船，而我就选择最刺激嘅摩托艇。来吧，雨小子。带领下揸住呢个摩托艇环岛一周，咁其中三分之二嘅距离我揸嘅，中间有一段地方咧系珊瑚礁比较多，咁考虑到安全因素咧，所以佢揸翻我翻嚟，好爽啊！Ready go！